核心力量呢，几乎是所有运动的最根本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就要来教大家拉长上肢的上肢伸展运动。因为现在在办公室的人呢，其实都有一个共同体态上的问题，就是上交叉症候群。因为前胸跟后脖子紧，所以会造成圆肩跟驼背，然后甚至是你的肩颈呢，会觉得非常的酸痛。练出这个自然肌肉，它其实是顺着这个肌肉的纹理在做健康的强化，会让紧的地方放松，没有力的地方呢，会加强力量，还有拉长你的上半身的线条。而且习惯了以后，日常生活每一个动作都可以是在练肌肉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不一定要在特定的时间上健身房去运动，而是时时刻刻都在练我们的肌肉。这个上肢的伸拉运动呢，它非常适合早上起床或者是下午办公室久坐，你想要舒展肩骨来使用。